由1到9这九个数字中任取相异两数，是求其和为偶数的几率。奇数的9、5个1、3、5、7、9，偶数的有4个2、4、6、8。那和为偶数的话，就是偶加偶。或者是鸡加鸡，所以其几率九个里面取两个，偶跟偶的话只稀释取二，鸡加鸡稀无取二，等于九分之四。